呢，可以说话，你们可以尽量保持轻松，没关系的。然后我讲话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说话，只要声音不盖过我就行了。我还可以再介绍一下，就是它为什么是十二首呢？因为钢琴的音符总共有十二个音，所以它针对每一个音它都写了一首。什么叫做平均律？平均律的英文叫做clavier。Anyway 吧，我觉得这里可能就是他可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。哦，真好。好，它的平均律是因为它是根据特定的格式和曲式，还有它音符的构造写出来的，就是它不是我想下一个音是什么音，我就是什么音，它是有一个公式在后面，所以是有数学逻辑在后面支撑它写这个曲子。OK。这首前奏的副歌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有多个旋律线一直在进行，有点像是三声部的人在唱歌，一个人在唱一个旋律，另外一个人在唱一个旋律，而不像现在的流行乐它是只有一个旋律然后会有人在伴奏，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去听一下它的旋律线是什么时候进入的。 OK， 就是像再想一下，抱歉，像我话有点多。像这是我喜欢的曲子，就是我们要根据大家的喜好去排曲子，因为这是我的音乐，所以我想要自己选曲子，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就可能大家可能听这些东西听的不是很多，有点像是我去听华古戏，但是我妈妈喜欢华古戏，我也会去听。OK， 开始。Thank you.
达克的，就是 setting link 和 Fugo。然后在讲下来之前，我想想讲一下为什么选这三个，因为这三个是古典音乐的三大最著名的作曲家。大家可以这样子去理解这三个作曲家，如果把古典音乐当作一个班级的话，巴赫就像是一个班长，因为他是整个的源头，就是古典音乐的源头来源于巴赫，没有巴赫就没有这个开端，有点像唐斯冲史的那种开端人物。然后肖邦是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班级里面的班草，就是他是浪漫主义的，可能应该是巴赫、莫扎特、肖邦，那是我们先讲肖邦。然后莫扎特是这个班级里面的学习委员，因为他做的所有的曲子都是延续巴赫那个时代的规整下来，他做的每一首曲子后面都是有强大的数学逻辑进行支撑。然后接下来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就是肖邦，然后所以我会有很大部分的曲子可以看到全是肖邦。然后接下来弹这首曲子是我小学六年级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，它的名字叫做《幻想女性曲》，英文叫做 Fantasy Introduction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大家可以拿出小本再记笔记，肖邦、莫扎特、巴赫。是的，然后还有贝多芬。贝多芬因为时间原因，我没有在。贝多芬就是这个大班级里面的体育委员，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有激情，他的曲子。不管是钢琴曲后，这些人除了做钢琴曲外，都做，他们是全能作曲家，就是他不是只单单做钢琴曲，他会做重奏，会做交响乐，会做室内乐，会做歌剧。你刚才说他们三任的班长是谁？班长是巴赫。特别喜欢体育委员。贝多芬。贝多芬没有选，抱歉啊。好，再说，我现在弹的是肖邦的幻想曲。我有点热了。Thank you.
拜拜。